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曾经做过信义房屋，也在科学园区做过法务的工作。我会进来保险业的最主要的关系是希望能多赚点钱，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太好，保险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努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生活，不管是经济生活或精神上的生活，能够很大的发展，解决家里的问题。刚进来，当然我们都会从远故的市场开始，从自己的亲朋朋友开始。那接下来大概在半年后，我就开始琢磨在一般中小企业团保的发展，因为这个市场一般人没有人在做，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用团保来开发所谓的中小企业主。我们除了勤快，除了热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我毕竟接触的都是一般的中小企业主，所以我累积了非常多法律方面、税务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提供这些中小企业主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些解答，来争取他们的信任。在这几年，我慢慢的透过，因为我有一台车子，所以我会透过车子来听很多影音，看很多影音的部分，利用零碎的时间来补充一些专业知识。那回到家里面去，逢所谓的礼拜六、礼拜天，那可能有些时间，我都会静下心来做很多很多课程的专门的研究。提到的职人精神，就是指专业、专注、用心。我想，这是我对于职人精神的一个判断。去拜访客户，可能被前面一个客户打枪，第一个客户打枪，第二个客户打枪。我觉得还是回到坚持吧，就是你清楚你自己来这行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在某一个点你就放掉了，某一个点你就退缩了，某一个点就跟很多现实妥协了，所以你很多事情其实把它累积起来。那他到最后就习惯，开始做会比较困难，做了一段时间，自然而然他就形成。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在这五年，我一直持续的这个梦想，就是希望在花莲的这个买的这块地上，我希望有一些时间能够让自己在那边再做一些精神上面或者是很多方面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相处。那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梦想。那就是在花莲这边盖一个房子，我一直希望能有些奇迹，而我唯一能够凭借的就是我的努力，所以这句话努力会带来好运气，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也一直让我走了20年的时间。努力带来好运气，我是三商美邦第25届高峰会议会长1502陈元生。